镜头话者来德吉乡，为着德吉乡仁寿村的心灵小站，也正过季风运用一号兰，也就是俗称的山地香包肉粽。过季风表示游客在当地吃饭不方便，伊好心提供肉粽给游客品尝，被俄罗斯肉粽的香气真特殊，真好吃，因此开始卖肉粽。现在一届拢包2000粒以上，有外地游客千里迢迢来到水城寮，就是为着要吃这过家粽。大大青烧烧啊，放在烧水内底煮，这是伊的人，有人叫伊山丁香，有人讲是蜘蛛破卵。住在山区的人，将伊摕来包肉粽。同样的材料，吼、哦，啊去甲用竹叶啊，甲包看卖咧，迄、那个香气甲烧到完全不一样。你讲这什么叶啊？这就是山丁香，吼、哦，伊的学名就是蜘蛛破卵。桂吉芳表示，伊妈妈用山丁香包肉粽，是对细汉食到大汉的怀念滋味。内底有包干贝、山地肉、米豆、红葱酥兼两顶，而且是用快速炉撒肉粽，是用茶下火，用冷火撒将近四点钟。吼、哦，这内底所有的料，迄个汁走对味出来，哦，所以加落迄个口感就是伫遮尔。桂吉芳表示，因为山区找餐厅食饭真无方便，伊无意中提供肉粽给两位游客品尝，是被称赞肉粽好食够有料，因此开始卖肉粽。现在若是包肉粽，就是2000粒起跳。甲阮山顶这个特色，搁阮童年妈妈给阮的印象，啊，甲这个山顶吼，诶无同款的意义啦，甲传出去安尼尔尔桂吉芳表示，除了卖肉粽，未来也会卖咖啡，而且肉粽也提供栽培，一粒贩售价是50元，个别2500元以上，免负担运费。这个是正味的郭家庄。最近柯耀宏家己观采访报道。